那我们呢？这个要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我们了解说呢是佛教的教主。那么他呢流传在我们凡尘呢，这个教法也比较多了。那个《大藏经》呢记载有100本，那一本呢都非常的大，非常的重。哥有看过吗？有没有？那个100本要10万块。我们买来看不完啦，那一本就够我们看个几年了。所以以前那个书店都不连卖，你要买就要一套目录3本，然后呢它的本文本经文是100本，就103本。要把那一些书带回家，要那个发财车来载。或许从台中然后背回去基隆，一本一本背啊，因为一本就很重，然后连买要多一本多200块，1200一本1200，然后拿回去看一本就看得眼花缭乱的，不过或许有买14本，他没有全部看完，有一些看一看的这个我们人的那个习性都是这样，好啊，在这边看。因为它有分嘛，我们有说12分教啊，它有没有背下来？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是本心常行从诵，夫起未曾有，无问之说论义，有没有？无在恁咧问，唔是咧问讲十二必经安那念，我唔是念过来教恁听，我无一个背起来，很容易记嘛，所以只要你有心把它背下来，有一年的话呢就看，看它是属于哪一个种类，容易了解啦，容易了解我们就容易进入，进入那个状况，所以呢，从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教导，他呢教我们从四念处开始。一直到成就也是四念处，所以要进入涅槃那个阿难问说以后我们要以何为住啊？要住在哪？佛就跟他讲住在四念处。四念处哥有听过吗？有没有？可能有的，有的有，有的没有了那或许就直接讲这个观身不见观我们的身体啊不干净，不清净，三点水一个蒸那个净，然后观受是苦我们凡尘给我们的所有一切那个受都是苦，然后观心无常，我们没有常心心都一直在变化，然后观法无我在那个法里面没有我，所以佛呢这个教导弟子修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入手，因为我们众生都把这个身体当成实在的，也把凡尘的 万象也当成是实在的，所以呢佛教我们呢从四念处来观，我们呢就了解说身体是假的，然后呢我们感受也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的心也是变化无常的在法界之中没有一个身体的我这样呢就可以不住相形象全部都不住，然后不住相了以后就可以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这个四念处在呢修成就的时候它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开始是观身不净，可是呢到后来文殊菩萨问最上圣的那个四念处，佛就回答观身现象犹如虚空，我们身体的现身体的相跟虚空一样，犹如虚空，跟那个前面的观身不净完全都不同了。各位浅浅这样听得懂吗？懂不懂意思？
哎，就是哦，观我们的身体呀、啊，不管是身体的线，不管是身体的相，它都跟虚空一样。所以哦，没有住相，没有这个身体的我相，已经呢没有我相，这样了解吗？那第二句啊，哦，那个啊，观受是苦，哦，那最上圣的修持方法，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这样受在哪里？受在哪里？所以哦，已经啊，全部都没有受了。各位浅浅，假如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啊，哦，凡尘的一切受，我们都不受，一切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都不接受。会造业吗？绝对不会。啊，所以哦，我们对虚幻不实在的形象、虚幻不实在的事情，我们都全盘接受，然后起了很大的分别心，然后处理，就造业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观受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就是没有受了。我们那个受因没有啊，哎，我们不造业了。我们就是因为有受产生喜欢讨厌，就有取舍，就有动作，所以业因、啊、就形成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从真理来了解说，哦，原来呢，这个上圣佛法的修持，观受呢不在内外，哦，内也没有受，外也没有受，然后不住中间，中间也没有，全部都没有，我们一切都不受啊，呈现的就是真心佛心，整个啊，哦，一心全部呈现，是不是真教法门？我们要努力的哈，努力一切不受，现在还是要受了哈，受不受啊？接受的程度哦，要把它减低的。哎，本来是哦，很强烈的去接受哦，凡尘的万哦万象万事，现在哦，嗯，50%懂一半，哎，接受一半就好，一半不受，哎，啊，慢慢的哈、哦，减低减低，40%、30%、20%。哦，一时哎，领了不受了，哎，不受就成就了。哦，那个是第二句，第三句呀、啊，观心。哦，本来呢，那个开始修持啊，说观心如常。这个时候啊，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离。心呐、啊，只有名字啦，刚才我名呢，无迄个实在的心。连那个名字的性啊都离开了，所以没有心了、啊。各位浅浅，没有心的心啊是什么心？没有心的心哦，就是佛心呐、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所以我们有心哦，那个都是妄心，那个都不真。第四句呢，哦，这个观法。哎，本来是呢，哦，观法无我，可是呢，在大圣的哦里面呢，就是哦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这样什么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这样什么法？所以大圣佛法的四念处啊，全部哈、哦、都完全进入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哦，已经没有善法，也没有不善法，没有善恶，没有对待，没有分别，
已经回到我们本体独一无二的佛性回来了，就是这样哦。所以这个呢，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开始教导弟子的时候啊，是从思念处开始。然后我们看佛经哦，就是要了解哦里面的含义呀、啊。哦，或许呢，在那个《华首经》里面哦，他有一句话就讲，说如来不与世间啊共争，世间与我争。各位听听什么意思？字面上呢，好像是讲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不跟我们凡尘哈、来争呐、可是我们凡尘都要跟他争，哦，字面上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可是他实际的含义哦，不是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呐、都有如来，每个人呢都有真心佛性呐、我们的真心佛性呐、修养非常好，只要呢我们的哦那个感官呐、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只要感官呢跟佛性在争呢，佛性一定退位了，它一定烂。所以哦，它不与世间共振。这个世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呢就是东西南北。所以凡尘哦，都要跟我们佛性争呐、佛性它都不跟哦，这一些现象争，所以它都退位。这样了解意思吗？是不是文字的意思跟实际的含义啊差很大，差别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文字啊实在是看不出哦它的奥妙。可是呢，我们从哦它实际里面所讲的哦那个含义来看的话啊、那对哦，我们就是要启发我们那个如来出来当家，要不要？不要给、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当家，因为、这个感官当家都会造业啦。喜欢看、喜欢听、喜欢闻、喜欢吃、喜欢摸、喜欢想，都没有好事，好事很少啦，都是坏事、都要拉我们到地狱去的。我们受不受影响？影响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启发如来，我们把它请出来当家，让你这个感官啊，休息，你是这个奴才那个边缘，你不要将管占的那个位置，都要指挥啊。所以我们这个习性当家已经非常久了，要佛性出来都很不容易、那我们要了解说、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请如来出来当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之前不是有抄很多嘛、开始的时候不是讲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根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慈想不增，故有人转，对不对？我们从这个说里面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哦，原来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用错了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太久了都没有开始的时候，无始没有开始那生死相续就是六道轮回。那为什么六道轮回呢？皆由不知，那个原因呢、就是不知，不知道了，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们有常住常住的没有离开的真心，不是妄心是真心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我们的佛性很清净，而且体很光明。不知道了，就是不知道这八个字。现在知道了吗？知道常住真心了吗？知道性净明体了吗？哦，你看这么难，你看。所以这个叫做
不肯当下承担。本来就是哦，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我们当下啊、哦、啊你不肯承担啊，肯不肯啊？哦，要当下承担哦，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原来用诸妄想慈祥不真，故有人转六道轮回，就是这样用妄心在六道轮回了。啊，还要不要用？真的吗？要跟自己讲哦，当你在用妄心的时候、哦、说这个心不能用，要用真心哦。啊、真心是常住的，它没有、哦、一秒钟离开，只要我们肯用它呢，它就出来、哦、要用的常住真心。那么接着呢、哦、第二段就写啊，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有没有？有没有？哎呀，对呀、啊，就抄的啊，各位抄的啊，要解说啊，不然抄下来哦，没有解说不了解意思也没用啊，哦。所以呢，这个十方如来呢，同一道故啊，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呐、啊，哦，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啊，中间永无之为趋向。十方的如来，哦，不管是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十方。那十方的如来都是同一道，同一个啦，哦，同一个方式，一个方法。然后呢，出离生死，离开呢这个六道轮回，哦，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呐、啊。这个我们哈、哦，在生活的时候啊，哦，那个第一个呈现的就是直心呐、啊。可是这个直心哦，那个呈现的时间很短，我们很快哦就加入了我们的心意识。啊，那个哦，心就变了，所以那个直心哦，我们要掌握，因为直心呐、啊，是从佛性直发，直接生发，从我们的佛性直接生发那个直心，所以就用这个心哦来修道，哎，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哦，皆以直心，然后心言直故，心也直，言呐、啊，嘴巴也直。讲出来跟心想的都一样哦，没有两样。我们现在凡尘哦，这个最可虑的哦，就是心口不一样，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哦，完全是两回事啊。还想要讲骗哦，哦，我想要一个偌好听的话咧，唔才骗你行对不？所以他的哦，心跟言啊，哦，不相合，心口不一。这个也是造罪、啊、他自己在造罪、啊、他自己很高兴哦，已经哦得到偌济都偌济，哎，唔知讲后边哦爱害人几百倍、几十倍，那个不值得高兴，要很悲伤哦，那利息太高了，你骗人家哦，这个一百万还一千万都还不还没还完。划不来的，哎，所以我不要那个样子，不要造业就哦很高兴，所以我们吃亏哦，哎，真的就是还债，不要难过。各位对吃亏呢，会觉得难过呢，还是会觉得高兴？还是难过比较多了哈、哦，那个现实啊，哦，这人之常情。哦，一定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呢，培养哦心口啊如一，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在凡尘生活、啊、哦最重要呢就是保持一个诚，学天地啊哦那个诚，因为白天黑夜春夏秋冬哦，哎那个天地啊运转的啊都很诚啊，哎那个地种哦，哎种那个哦谷啊的生谷啊。种菜龟有生菜龟啊，吼，它也都是很诚，不会你个种不外生菜龟给你吃，哦，那我们就学天地诚，哎，因为诚啊，
啊，我跟我们交往的人啊，他就会信任。哎，啊，你讲话呢，哦，花言巧语啊，不成，那人家以后就不跟你交往。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人的最基本啊，哎，就是要诚，哦，要很诚心。哎，所以我们那个心跟言啊，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哎，如是啊，就省略掉中间很多，终始地位。终也就是结果了，始就是开始，哦，中间永无知为趋向，哦，那个我们修道啊，都没有弯弯曲曲的，都是哦，哎，这个哈，啊，很直心的，哎，很哦，这个诚心诚意的来做，哦，这个呢就是讲哦，我们抄的这个第二句，那第三句呢？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已知众生从无始来，对不对？哎，那一样的意思啦。哦，行诸色身呢，逐念流转，诚不开悟啊，性境妙常，不寻守常，逐出生灭，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若弃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世心啊，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恶聚远离。则如华严应时清廉，允何不成无上之觉，对不对？那我们来了解哦，它里面的含义哦。那个已知众生呢，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意思啦。哦，从无始以来，哎，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说我们人啊，哎，从什么时候开始哦？哎，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哦，去找到它的源头，说没有开始啦，无始以来。哦，成不开悟就是不成开悟了，哎，他呢倒装了，哦，倒装句呀，哎，这个成不开悟，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哦，行诸色身，追寻呐，啊，哎，这个色形象跟声音，哦，逐念啊流转，追逐念头一个呢接一个，逐念呢流转，一直啊追逐念头，成不开悟啊，性境妙常，哦，跟那个。啊，最初第一句讲的哈，哦，那个常住真心呐，啊，哦，性境明体呀，啊，是一样的哦。那个性境妙常，哎，我们呢那个本体啊很妙，又是常住的哦。性境妙常，不寻所常，就是我们不按照哈，哦，哎，我们那个常住真心呐，啊，不寻着所常，然后呢追逐啊所有的生命。哦，逐诸生灭啊，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杂染啊，就是说，不是每一生都当人啊，有时候，哦，会到天道，有时候呢会到三恶道，哎，所以一直啊杂染，哦，六道轮回，哦，这个轮转。所以我们要了解哦，都是我们自己找的啦。哎，这个逐念流转，就让我们六道轮回。哎，我们假如说能够呢，哦，落去生灭，守于真常，把生灭呢都去掉了。哦，我们守住呢，常住真心。哦，落去生灭，守于真常，常光啊就现前。常光啊，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哎，它的那个光明。常光啊，就现前。这个时候啊，哦，根尘世六根六尘六世啊，哦，根尘世应念消了，就没了。哦，当我们常光现前的时候啊，根尘世啊，哎，就消了。哦，然后呢，哦，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想啊，就是念头；象就是形象。我们的念头跟形象啊，都是尘。灰尘啊，哎，那啥吧，哦，然后呢，事我们的认识啊，哎，跟凡情事情为垢污垢，哦，尘垢了，哎，事情为垢，恶计远离，想象的远离，事情的远离，哦，则如华严啊，应时清明，因何不成无上之觉？为什么不会成呢？绝对成的，哎，所以这一句话哦，或许是很欣赏。因为从凡夫哦，哎，从那个已知众生开始到哦这个无上知觉为止，
一个头一个尾啊，哦，从凡夫开始修到后来就成佛了，哎啊，所以我们按照那个样子做、啊、就对了。有印象了吗？会做了吗？这个广告在讲哦，最高品质哦，就是要静悄悄。那我们还有抄有抄的没讲的吗？哦，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缘造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哎，这个呢是《缘觉经》啊。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说呢，这个因地法显啊，就是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啊，要怎么样修？然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回答就这样讲，哎，说一切的如来啊，本起因地，就是要从因地开始修了。哦啊，皆依全部啊，皆呢就是全部的意思，依呢是哈、哦、依照，哦依赖，哦缘造清净觉相，哎缘呐缘哈整个圆融圆满的哦来普照缘造清净觉相，就是咱不生不灭的哦佛性本体啦，哎我们能够呢哦缘造哎我们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本体，然后永断无明，哦，就是不能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叫无明，哎，啊，我们呢，把所有的无明啊，哎，全部都去掉，就是呢，时时刻刻啊，都觉，哎，都是保持啊，在觉，哦，二六时钟，二六时钟知道意思吗？二六哈、哦、就是十二，哦，二六十二。啊、一个时辰有两个小时啊，啊，十二个时辰呢，刚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哦，啊，所以二六时钟，时时刻刻啊，保持中道，就是时时刻刻呢，都守住啊我们的觉性。所以呢，哦，或许就讲，说呢，我们呐、啊、是把心外放的，就当众生了、啊；我们把心收回来了，回光返照的。就当圣贤了、啊，所以各位以后呢，就了解说啊，心被绑出去啊，要做众生啊，应该修得来，哎，这样会吗？会不会收心回来？就是我们都不肯、啊、哦，我们知道、哦、可以收回来，可是都不肯收，讲哦，外头风景好看，要搁甲看一下安尼，哎，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外面的景象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哎，啊，你在看外面景象，就是在看咱的真心啦。可是哦，我们都把外面景象哦，哎，当成是外，不是我的真心啦，哦，是心外起法，那个就变外道了。哦，所以呢，我们不要哦，这个心外起法，哎，都是呢，哦，了解说哦，原来呢，所有山河大地啊，都是我的真心所显现。真心显现的啦，所以了解说呢，哦，永断无明的才可以啊，哦，方成佛道，可以成佛，哦，可以成道。还有吗？要抄不够吗？不啊，就这样哦，这样抄的很少啊。各位感觉呢，多还是少？不多不少，刚好。这个呢就时宜啊，哦，这个疏通，疏通了没啊？哦，疏通了没？